Elva得怪病 为他抛事业萧亚轩还被劈去年十月本刊拍到 Elva 带小他16岁的新欢黄浩回家因此也有人推测他是否又因爱太深才又导致荒废事业由于 Elva 过去常有为爱荒废事业的历史包括上一段的陈化以及早期的李安卓通常模式都是结束恋情之后他开始猛力冲刺演艺事业然后新专辑的作品都跟前男友有关比如他所创作的《坦白》就是他和李安卓大吵的心情当时盛传因为他半夜打给李安卓但李安卓叫错名字结果恋情就此走位